妈呀，你看看，看到吗？我就刚才听到他在下面在那里嗷嗷的叫，人家给我带回来了。粉丝群在哪里？在我的主页那里有一个他的群聊，点开里面就是粉丝群，拍了棍子第三群。师傅是唐僧吗？我的师傅是你们？你拍哪去了？哎呦，他真的是，你看他，你是去田里面游泳了吗？啊，你看你这一身的泥巴，一身的泥巴，我给你一棍子哦。走开，你去打架了吗？你看你的身上哈，昨天才洗的澡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你看，你让大家看看你的这个身上哈，你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昨天才洗的澡呀，你是去打架了吗？啊，谁让你出去？太臭了，你身上走开。你是掉人家茅坑里去了吗？啊，真的是这么脏，再弄这么脏不要回来了。他昨天才给他洗了，本来身上是香的，现在好臭，还挨着我坐，走开。他可能是掉人家那个茅坑里去了，好臭啊。可能是那种，就是身上一股那种大粪的味道。我们农村嘛，有一些邻居可能在种菜呀，他估计是掉到人家那个大粪桶里去了。你怎么这样子？真的想打他，昨天才给他洗了澡。嘿，又跑到里头去了。一会儿再去给他洗，他身上真的很臭，没法让他挨着我，受不了那个味道，大粪的味道。你们知道大粪是什么味道吗？谢九哥，感谢九哥的闪耀，谢谢我们九哥的闪耀。我们这一个白狗，他的名字叫十月，十月，刚才他从这边一直跑到那下面去了。我们村里的邻居知道是我们家的狗，他们都会给我带回来。那些隔壁村的这些哈，他们就会把它套起来。上次到了隔壁村，直接被人家用链子锁起来了。七只鹅，你数那么轻，数那么轻吗？我是那夜吗？这瓜哥哥欢迎你，乡土气息的味道，这是我们农村天天闻那个味道。怪不得十月，十月坏胎。哦，你的想象力可真好呀！谢九哥，感谢瓜哥。我们那些邻居都在种菜，你们这样看，是不是那个田里面、地里头都有人，有人在干活？谢谢九哥，感谢九哥，谢谢。我感觉我的手上都有他身上的味道，烦死了，他只能这样子跑。本来昨天给他洗的都是全身都是香香的，现在被捡起来了。什么被捡起来？对，就是胖丑。我们四川，现在有好多的，网上不是都在说吗？好多的大型的工厂都要迁到我们四川来，以后我们打工就不用跑那么远了，在我们四川就可以进工厂打螺丝啦。要养中华田园犬，有这点着还是看不到，那就点不了。九哥，说明你的手速太快了。他十月，你那月，大你一个月，是不是？大我一个月，他也得听我的。我让他干啥他才能干啥。好日子唱起来，那你高不高兴？都要前往四川，那你们以后都要来四川哦，欢迎大家都来四川。小童姐姐下午好，你都下班了吗？长胖了一点。你们看到我这里这个痘痘，就是已经长了一个月了，一个月它好了以后就老是有一个
我今天就自己把它处理了，给它处理了，然后现在就破皮了，然后等好了就没有了。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话吗？你真的听我的话？来四川看我，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四川看我。没有课，辛苦了，小彤姐姐。感谢你有空就来看我。战略腹地，这风水轮流转，总算是转到我们四川了。大家高不高兴？就问你们高不高兴？你家地基我先预定了哈，哥，来嘛，来，我这里宽敞得很，你肯定不见我了。你来都没来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你家占了多少土地？没占，没占呀。本来上次说修高铁，修高铁，人家那时候就是说要往我们这边来修高铁，都以为我们这里会被占，没想到高铁从前面那边修过去了，跟我们这里毫一点关系没有，占不到我们这里，根本都占不来。一定来，欢迎王子哥，一定来哈，等你们，等你们来，来我们四川打工，来我们四川吃家常菜，吃农家饭。你们来了，我就亲手下厨，把我的厨艺全都展示给你们，做好吃的。修厂房才好，几百公里吧，白云哥，那子鸡。我打不打 PK？ 我没打 PK， 九哥，我没有打 PK， 我没打 PK， 真的真的。他们反正不管干什么，他站不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这里站不到啊，安全的很。建设大三线，现在又一个轮回。人家这两天呢，网上一刷都是什么迁到四川呀，结果没有站到我们这儿呀。五二零，谢谢哥。那你会赚好多钱，他不从我这经过，他在那前面，那前面，占了别人的房子，我们村里面有人的房子啊，有邻居的房子被占了，反正我们家占不到，我们家这地势好，占不到，他会绕着走，收我们轮回。建兵工厂，分到好多，分到这么多，两个鸭蛋，天府粮仓。不过我们这里，我们这里这个地势不错哈，地势不错，比较隐蔽的地方哈，就适合后方备战，安全。安全的很。我不知道轮回在哪里啊，鸭蛋玩一棒看看。现在还要玩吗？有谁想看？早安轮回。我怎么感觉像在唱歌呢？演第一节二节去群里面，拆迁款到手旅游。我这主要是没得呀，没得，我连那个想法都没有。哥想看，好的啊，我们就来耍嘛。既然有两个哥哥都想看，我们就来耍。耍了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练呢？你们要跟我一起练吗？鸡翅柴了，没有，圈起来的那个鸡圈起来的。你们看不见，那上面有一层网子，网给它圈起来的。看它不敢，它要敢吃我的菜，我就揍它。
离婚了没？你又失望了。刷起我们灯牌灭了的哥哥，我们亮一个灯牌，刷起来哈！现在我们刷起来了，看不见的网，无形的网，透明网。